十分访谈，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如何对抗兹卡。截至目前为止呢，我国的兹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300起了。要控制疫情，消灭蚊虫，政府接下来要怎么对应呢？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嘉宾，欢迎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胜博士。您好。以及公共卫生署总署长、国家环境局何永泰何署长，您好。两位好。我们先问博士，在目前呢，我们已经有300多起了的这个确诊病例，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兹卡病例呢接下来的可能发展？首先，卫生部之前多次表示过说，兹卡病毒出现和传播在新加坡是意料到的事。这有四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旅游中心。第二，就是本地有可传播兹卡病毒的伊蚊，而且这个埃及伊蚊是普遍于新加坡和区域。第三，就是我们的人口密集，所以更容易传播病毒。第四呢，就是通常兹卡病毒的病患者，他们的症状是通常是轻微的，或者是80%到80%的这个病患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被传染也不知道。因此兹卡病毒很可能会继续出现在新加坡，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尽一份力来确保兹卡病例的数量会维持较低的范围。怎么样对抗兹卡病毒呢？要减少兹卡病毒的病例，我看最有效的就是病媒控制，就是说要防止疫蚊滋生，来减少疫蚊数量，才能减少兹卡病毒的病例。是。至今呢，我们的这个数据显示，大多数的疫蚊滋生处仍然还是在家中，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大家要在家里展开灭蚊五步骤来防止疫蚊的滋生。灭蚊五步骤，对，五步骤是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面再次提醒大家的吗？五步骤详细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也可以有资料，也有是，不过好像说水桶要倒反过来，也得它不会积水等等。的确，其实我们知道说对此政府已经严加防范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相信呢，既然兹卡在我国境内已经出现，我们自然有一套这个非常严密的防范措施，也请部长来为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对抗这个兹卡病毒的传播，要减少传播，我们要采取三个措施。是。反正跟对抗骨痛热症的措施也是一样的。这三个措施呢，就是第一，要跟我们的家庭诊所连锁合作，监控是否有疑似病例。第二呢，就是要尽早鉴定病例，才可以尽早进去这个受影响的区来进行灭蚊行动。第三呢，就是要推出长期减少这个境内兹卡传播的策略。是。我们因为有意料到说兹卡病毒会出现在新加坡，所以大约在2年前已经有设立了一个监控机制。就是兹卡监控机制。那是跟200所家庭诊所联手合作的，而且因为兹卡病毒已经被列为法定呈报的传染病，所以不属于这个监控机制的范围里面，就是家庭诊所也是一样会留意，而且呢，就是否看是否是不是有这个疑似兹卡病例，是会巩固那个第一防线是非常的重要的。对，是。那我们想问何署长的，就是在灭蚊方面呢，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做法呢？那当然，我们就是非常关注的，就是在这个病毒在传播的这些集中点吧。
那所谓什么是集中点呢？就是在150米之内呢，还有是在14天以内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呢，若是有2起以上的这个病例呢，我们就把那个地方呢，挂分为这个病例的这个集中区了。是。那在这些集中区里头呢，首要的就是要先把就是，在当中我们疑似有这些感染到这个病毒的这个疑问呢，把它尽可的去除灭掉。否则的话呢，这些疑问可能就会继续的造成这个伤害。明白。所以我们就得在这些集中区里头呢，去喷洒这个杀虫剂。所以像部长刚才提到的是，已经所有的医生对此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随时一旦有确诊的病例就启动机制，然后我们就随时可以确认说哪一些地方是集中区，开始进行一个灭蚊的活动。对。但是现在也有人提出的一个质疑是，那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全岛的大灭蚊？请问我们目前为止有这方面需要吗？那当然，就是我们国家环境局呢，在这些集中区里头呢，是紧密的，就是加紧这个灭蚊的这个行动。当然，在这个集中区以外的这些民众呢，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了。因为在随时有这个疑问滋生的地方呢，都可能好像刚才部长所说的，可能就有这个潜在的这个传播，所以我们都必须就是提高我们的警惕啊，在各处呢，就是积极的去进行这个灭蚊的行动。好像上个周末啊，我们也是国家环境局跟基层领袖还有志愿人员合作，来推广给社区和居民要保持清洁，还有提高他们的这个灭蚊意识，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警惕，要每天要做这个灭蚊5步骤啊，不要有积水，不要给你的家成为滋生疫蚊的温床。对，是。那到底这个疫蚊的繁殖的是有多快呢？何署长，那这个疫蚊呢，它在7天以内呢，就是可以从这个卵呢就孵化成这个就是幼虫了，之后就会演变成这个蚊虫了。所以在因为就是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它非常的迅速，所以我们就必须每一个星期呢，就是继续的有这方面的这个灭蚊行动了。是可以从哺卵做起，是不是？对，所以我们在全岛呢，我们就是放置了这个哺卵器。那所以当然就是劝请民众，如果说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好像黑色的一个罐子这样子，这个哺卵器呢，就请不要去触摸它了，因为它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收集情报，对，收集情报吧。那通过这个哺卵器呢，我们就大概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各地各处呢，在哪个地方的那个疑问比较多，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就是针对那些地点呢进行这个灭蚊的行动，这是个特别斩草除根的方法。对，是。我想问的就是许部长，就是目前呢，在一个确诊病例当中，有些早就已经康复了。那么我们目前是不是也有一些仍然带着病菌的病人，存在着的？其实除了一名病患，其他的病患已经康复了，或者是在康复中，所以都出院了。那名病患还在医院留院观察，是因为他存在有其他的病情。其实好像我刚才说这样，通常支卡病患者他们是症状是很轻微的，甚至有很多80%任何症状都没有，所以可以如果症状不严重的话，可以留在家休息康复。只是说如果是孕妇的话，这样如果她患上支卡病毒呢，后果可能会严重。不是每个人，可能有一些，这是因为有一少数的这个孕妇如果患上支卡病毒呢，可能她的胎儿会出现小头急性症。所以孕妇就要小心，而且我们就继续给那些
需要检验的孕妇呢提供津贴。如果是患上这个自感病毒的话，那么医生就要密切留意他们的病情，而且要检查他和他胎儿的健康和发展。不过我们不需要因为这样就很担心不可以过日常生活，应该是可以过日常生活。孕妇只要保护自己，大数就是这样。是，所以大家好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环境。那请问现在卫生部和环境及水源部在这方面是不是开始有一个合作的机制或是一个信息管理的模式呢？环境局和卫生部一路来都是很密切的合作和密切的关系。由于是因为骨痛热症等等，所以自感病毒这个疫情也是一样的很密切的关系。凡是卫生部确认了病例，我们一定会马上通知环境局，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刻的启动进行他们在那个区集中区内进行灭蚊行动。是，好，我们要一起呢这个防自卡、防骨痛、医学热症、防大家生病、保持健康。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对获取有关自卡疫情的最新消息的话，可以到环境局的网站，也就是 nea.gov.sg/Zika 去了解详情。那如果想知道目前有哪些区域是属于自卡集中区，你也可以到这个网址，同样是 nea.gov.sg， 不过是 slash Zika-clusters， 可以了，然后了解详情。